Hello， 大家好嘛，我系马友。大家抗疫期间啦，不如拍过有啲唔一样啲嘅 vlog 俾大家睇咯，好唔好啊？呢个系蛋寿司嚟嘅，成个啫喱咁样，你睇下。嗯，不如我哋睇下今日究竟我会去边啦，好唔好？如果想睇嘅就继续睇落去啦，好想打我啊把声。咁咧喺開始今日嘅活動之前咧，先同大家講咧，咁咧疫情咧都已經由二月開始，一月尾啦，到而家都好幾個月啦。大家加油，同埋咧大家放鬆啲自己嘅心情，因為咧全香港同全世界一齊去面對嘅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快咁樣可以擊倒呢個疫情，咁咧呢個世界所有嘢咧都變翻正常。咁就天下太平啦，但可能仲需要少少時間，所以咧，大家一定要頂住。如果未訂閱嘅朋友咧，你要訂閱先，知唔知啊？咁到我長大成人嘅時候咧，睇到你哋可以陪我一齊陪我成長，好唔好？嗯，好啦，我哋開始啦。咁嘢，我成日都唔明咧，點解啲大人咧中意飲熱嘢嘅咯？明明是可樂啊，加冰是最好喝的嘛，媽咪給了一杯熱茶，怎麼喝啊，好熱的你拿親，用筷子攪它，用筷子我第一站咧去嘅地方咧就系去维园道做运动啦，点知咧出到嚟先发觉自己唔记得戴手套喎，咁所以咧就嚟咗 Adidas 嘅门口度买手套啦，而家准备俾钱，但佢啲手套咧卖晒啊，得翻啲女装手套啊，好彩我未发育成人啫，我先戴得落啫，所以就可以买女装手套啦，哎呀，俾钱先，俾钱先。好啦，依家咧戴住个手套啦，就去做运动啦。嚟到维园，今日天气好好啊，仲有太阳添啊！哦，好大个太阳啊！做运动啦。咁咧，因为头先咧好大太阳嘅关系啊，而家试用紧呢一个唔知咩牌子，叫做 Super Good Play 嘅一个 sunscreen， 佢有50度的 SPF 和4个 PA 嘎嘎嘎嘎嘎的，望什么望？望什么姐姐？这个姐姐有没有望？是不是想试一下用啊？那我今天就查了这个防晒，你知道BB 的皮肤呢很乱的嘛，要保护的，我最用透明的 sunscreen 多一点，但这个防晒是白色的，但都好像 OK， 因为它不入，不过完毕，拜拜。姐姐姐姐，你是不是在这里跳绳啊？是啊。你跳绳有什么样的？你觉得跳绳好不好玩啊？好热啊，你看看我不行的，你要 BB 声才行的，我扮不到 BB 声。跳绳有没有减到肥啊？有。好了，现在呢我就来到维园，我这个啱的位置准备开始跳绳了，这个就是跟我跳了很多日的这条绳了，准备跳了，即周围有很多哥哥在做的运动，还有个姐姐坐在这里，好了，我跳绳先，拜拜。Hello， 我啱啱呢已经跳了半个钟头绳了，那为什么跳绳呢？因为呢跳绳呢可以，大家看到很多 baby fat，所以我就要減了一些 baby fat 佢，跟住咧就做了個半鐘頭的街頭健身啊。咁究竟咩係街頭健身呢？嚇！而家我等我即刻擺啲片俾大家睇啦。係啦，我今日咧學咗個新招，就係
倒立啦，嗱，成就解锁啊！今日，又减到肥，又练到大只喎，唔错唔错。抗疫嘅时间我都系咁，都系嚟露天吸下新鲜空气咁咯。我呢排谂紧可唔可以开始玩呢个 Animal Crossing 动物森友会啊？唔知道大家有冇玩呢？如果大家有玩，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好唔好？同埋维园今日咧好多人啊，俾大家睇下。维园好多人啊，今日好多小朋友踢足球添。妈妈妈妈，哎呀，同你做朋友先。好啦，依家咧做完运动啦。剛才呢做倒立的时候呢，隻眼呢左眼啊有啲整亲啊，跟住呢隻眼好唔舒服囉。而家呢去萬寧买多啲眼药水呢就返屋企啦。我而家嚟到萬寧呢度呢就揀眼药水啦，但係我发觉佢冇我鍾意用嘅眼药水添。哎呀，呢啲做咩嘢嚟㗎呢啲？哎呀睇唔到睇唔到。我平时用嗰隻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嘅，但係呢度好似冇添。係咪呢个呢？呢个係咪人工泪滴呀？边个好呢？啊，哦，呢个啦，不如黏度高嘅。因为我而家隻眼呢好驚嗰个眼角膜脱膜，所以呢可能呢个好啲喎。好啦，就揀呢个啦。落敦好嘢。买完之后就即刻滴咗呢个眼药水啦。我想讲咧，佢真系好黏啊！因为我头先我个眼角膜咧，好似咧歪歪地咁样啊。跟住咧，我用完之后咧，即刻个眼角膜咧好似褪翻去啱位咁咯。耶！我今日翻到屋企，发觉原来要嚟出嚟食饭啊，所以而家嚟咗浅水湾食饭，同三个姐姐一齐食饭啊！姐姐啊，姐姐，我个七姐姐。我冇嘅，你冇嘅，得我有嘅啫。姐姐，三个姐姐带我出嚟食饭啫。带你出嚟 wet 啊？系咯。哦，鸡肉排。哦。鸡肉排，我需要。有冇食先？大家好啊，而家咧已经系夜深啦，咁咧冲完凉，敷埋个 mask 就准备瞓觉咯。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今日嘅 vlog 好无聊咧？但系呢个抗疫期间咧都冇乜特别嘅嘢做，尽量都系做多啲运动，可以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啲，长命百岁。好啦，咁今日嘅片咧就到此为止啦。大家记住要订阅我个频道啊，逢礼拜二同礼拜四就会有新片推出噶啦，9点钟啊。我哋下次片见啦，拜拜。咪望咩望？哎呀，冇咗。哎呀，我哋好多 baby， 我哋好多 baby fat 啊。但系我有。